这个我在2003年哈，我是2003年出道的老歌手了，新歌手啊，谢谢，笑纳。这个我在2003年出道的时候呢，所有的朋友们都当时叫我小 Mariah Carey， 知道玛丽亚凯莉吗？知道啊，美国的天后，对。原因有两个，首先呢，我会唱很多很多她的这个经典的歌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为什么会唱她的歌也要值得骄傲呢？因为她的歌是全世界可以说难度最高的一种。谢谢，谢谢你。然后呢，第二呢，就是当时呢，我逼迫自己哈，学了这个她的5个8度的高音。我记得当时在录音棚里的时候，这个曹继红老师真的是大师级的人物，然后逼了我3个月。那3个月我就一直哭一直哭，我说我唱不出来，可是最后我还是唱出来了。所以呢大家如果到网上去查，可以查到这个5个8度什么什么，这个对，就当时逼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觉得唱歌应该更用心、用感情、用灵魂去唱，你们说对吗？同道中人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想在这个场合就是唱一首我们天后 Mariah Carey 这个非常非常美的一首歌曲，但是不是最红的，也不是大家非常熟知的，但是我去国外演出我都会唱这首，因为这首真的很美。 My All Especially For You， Thank You， 谢谢。也要感谢所有今天送花的朋友，我不能一一的这个把花一直捧着，谢谢你们。
谢谢。哎呦，小宝贝，小宝贝，我要抱你一下，来，亲亲宝宝一下。谢谢 Lisa 和她的小宝贝。